老虎被四车剪蔽，二十架车经过冇人理。一次又一次，又有司机撞到人之后不顾而去。浙江呢位婆婆上星期四凌晨被撞之后仲有意识，但随即再被三架车剪过，其中一架仲是市委的车。十几分钟，二十架车经过都冇人帮佢。交警到场嗰阵，婆婆已经不治。其实喺事发前两日，警察先啱啱帮当时精神异常嘅婆婆揾家人，估唔到无奈就出事。第一架肇事车辆嘅司机已经被捕，警方仲揾紧其他涉案车辆。有网民感叹，当年广东佛山嘅小月月被车剪过，但十八个途人经过都冇理到，小月月最终不治嘅惨剧又再重演。